我是怕我那做会破坏你的名声呢。正平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别跟我回事嘞，你对不起不是我，是你家己。你到什么时阵才会清醒？我家己知影，我今日是甚么款的路。你今日路唔对，你知影无？好啦，就算你是今仔日你好运啦，你无和平馆当场抓到，也唔过你敢保证，大家拢会较好运。你即马行的路，你会害到你三个足凄惨，你知影无？想要跟你冤家，到什么时阵你才会清醒？我无路用，我无路用啦！准备你妈呢？你妈呢？我求你好无？你知影无？你安尼甲江边安尼落去，你两个变安怎？我唔知影，我无法度想。你唔知影，我来甲你讲，江边啊，伊无可能为着你放弃伊个家庭呢。我嘛无拍算叫伊放弃伊个家庭啊。伊唔过你知影。伊最后选择啦，绝对不是你。你若不相信，就算是即马冲昏头，伊即马选你，啊，最后呢？你有想过民官无？你会害着伊失去伊红婿，啊，家后呢？伊失去伊的爸爸呢？民官是你上好的朋友呢，啊，江文斌呢？伊最后一定足后悔有你这段感情。你若不信，你等来看。我无想再搁讲。这是领导的消息。最后就算是我苦劝你，你救救你家己好不？准备。你要找谁哈？请问江文斌先生有住在这无？哼。我伫卡上红文斌，就踮咧这个查某的厝，真好打，竟然敢找来吃，真歹势啦！文斌哦，去上班啊啦。我拄好打电话去公司呢，伊讲伊请假伫咧厝休困啊。甲你讲无伫个就无伫个啦。阿母，我讲我就是有代志要找伊啦，江文斌啊，江文斌。妈，你是甲啥冤？担当。是我啦。斌啊，这查某啥人啊？妈，伊是我的朋友啦。什么款的朋友？文斌，阿母敢那真无欢迎我。无喏，等等，来得及啦，坐。无喏，文斌啊，我是不准你从外口的查某哦带来厝的哦。阿母。阿母，不是江文斌带我来的啦，是我家己找来的。你家己找来，我是无可能给你入来哦。阿母，我唔知影我倒位得失呢。
等等，歹势啦，有啥物代志，咱来外口讲啦。文斌啊，妈，有啥物代志，等我等下再讲啦。文斌，来去抓到一个这么厉害的查某。等等，歹势啦，我妈伊。不要紧啦，我袂放在心肝内。你来找阮兜来啊？安尼，敢会当表示我的心意？你的心意？等等啊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我袂当去大陆做事，我无法度接受你的好意啦。你放心，我唔是叫你去大陆，我要带你去一个所在。你在惊啥？惊我跟你袂掉？袂歹，真气派。你想要知影这间办公室是谁？是谁的？是你的。我的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假使讲你若愿意，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。我听无你的意思。顶边我要邀请你去大陆上班，你无答应。我是来做失望的，我无愿意放弃你这么好的人才。这边吼，我是邀请你伫台湾的总公司上班，职务是总经理，你应该无理由拒绝我吼。我是来想袂到，这太过意外了。林经理，我先将公司给你的条件跟你说明一下。这是公司一年给你的薪水，是安尼。加上年底奖金拢总是，啊，即个助理，啊，一年公司阁有你休困一个月，上重要的你会当参加公司决定性的会议，我相信伫遮哦，你的才华一定会当发挥。我，谁来跟着我哩？恁头家袂晓用你啊，所以你连你家己价值你拢唔知影。哦，我袂记诶，公司吼阁有一栋厝要予你住呢。其实，参像这么好的条件，会当请到比我阁较好的人才啊。我相信我的眼光，你一定有迄个价值。伫你公司，你无法度发挥；伫我遮吼，我是甲你当作宝哦。安怎？你敢愿意做这个办公室的主人？你感觉我会当担起这么大的责任心？当初我用爸爸的手头接这个企业的时阵，嘛真侪人想讲我担袂起这个责任。我永远会记，我头一天来上班的时阵，所有员工对我都无信任。迄种表情跟他讲，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你敢有法度？结果你用家己的打拼，换着因对你的尊敬，是不是安尼？讲是真简单啊，做起来是真困难。尤其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我会比查甫人哦更加打拼，安尼员工才会信任我。照你看起来，你有影真打拼。这心内话，我毋捌对别人讲过。谁若要讲我知呢？因为我知影，你会当了解，而且我是真实，但是需要你的帮忙。我有影足意外的，我。啊，你到底是要接受还是不爱接受？
敢会当互我考虑一下？好，我欣赏，就是你这种负责任的态度。我讲过，好的查甫人有迄个价值，我来等啊。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斗阵食到，我顺续甲公司一寡制度，甲你说明一下好无？这。我一点时间给我，这个面子拢卖啊！嗯。哇！哎，云芬姐啊，你哪袂行？啊，你先去，我哩袂得讲。文斌不是在厝里休困，因奈个一个查某在遮，迄个查某阁是啥？喂，卢娇啊，你今晚在倒位？在在厝里休困呢，因哪会走出来外口？哎，迄个查某是啥人哈？伊昨暗是不是就是跟伊做伙？不是啦，你哪会知影？迄个查某我看过，你看过？嗯，伊姓陈，就是较早要学文斌去台了迄间公司的董事长，我见过一届。我哪会拢唔捌听你讲过哈？文斌也无对我提起过，啊，因为迄摆是误会啦，代志过了我嘛袂记得。是啥物误会？我误会伊甲文斌无正常的关系，啊，毋过是我毋对。那安尼讲，伊甲文斌无问题，是我误会伊呐。就已经讲袂去大陆啊，伊搁来找伊创啥物？文斌可能无问题，啊，不过迄个查某无安啥物好事。伊想要创啥？伊伫咧诱拐文斌啊，你看袂出来？哎，你是安怎看出来啊？用我的感觉就知影啦，看了唔免看。你看，你看，伊搁甲伊塞白尾啊，就不见笑。真的会塞呢？哎，你要去倒啦？我要来警告伊啊，叫伊莫笑小本兵。哎呀，你是去人讲你乌白讲，讲你神经病，你要安怎回答？来来来，先上车啦，紧的啦。明明足奇怪，甲迄个查某有啥物好讲啊？笑到遐尔欢喜。好啊啦，你叫我较冷静嘞，啊你家己哪会遐尔激动？明官，这款代志紧处理。要安怎处理？即嘛先莫让伊发觉，等文斌转去了后，你好好甲问好清楚，千万莫让伊甲迄个查某搁再来往啊。嗯，我知影。妈，安怎行？爸爸，厉害哦！安怎？妈妈跟妈妈伫咧上课啊。乖吼。嘉豪，去房间写功课。乖乖哦，我会去哄妈妈哦。嘉豪，好。
妈，是安怎啦？你甲民官参详包公行动心慢同款。无唔对，今仔日要死的人哦，都是你。我。民官。哼。妈，我是安怎啦？你莫假啦，你做的代志哦，民官拢已经知影。知影，是知影什么啦？文斌，你搁定期，其实你心肝也真变变。我是明白啥啦？在起来找的找你迄个姓陈的查某吼，到底是啥人啦？原来，恁问鬼马宝就是问这哦。你今日中昼跟迄个姓陈的小姐食饭，对不？对啊。哎呦，啊你个什么？妈，真的有啥物唔好信任的啦？陈董想要请我去伊公司做总经理啊。做总经理？有影无？文斌，哪有这么好康的代志？你敢会无亲无情？伊为啥物对你这么好？因为我有这个价值啦。你哦，莫做面盲啊啦！如玉伊甲我讲，伊讲迄个姓陈的是要诱拐你。如玉，你甲陈董在餐厅的代志，我甲如玉拢有看到啊。阁是如玉伊是甲我讲的，讲迄个姓陈的查某对你无好意。如玉讲的，你甲伊当作圣旨哦。文斌啊，迄个姓陈的查某真正要请你去做总经理哦。妈，这都唔免问啊，非得吼，我绝对袂让文斌去的。哦。既然你感觉唔好哦，无文斌就卖去啦。也唔过是总经理呢。明官啊，你想哪无我去？我留伫即卖公司，一世人嘛无希望做总经理啊。我已经讲过啊，我烦恼陈小姐伊孝顺你啊。你唔相信陈董，莫应该相信我。文斌，你卖去敢袂用的？你，明官啊。即马单单给我的薪水是以前头路的两倍呢，还有其他好的条件。我即马安尼做，嘛是为着恁好，为着这个家啊。明官，我再讲公司有答应，免费提供一间厝给我。什么啊？啊，搁有一间厝哦？哇，安尼哦，咱唔都有新厝通我住。明官啊，安尼文斌讲了有道理呢。明官啊，咱即马新买店面，每个月贷款就加几啊万。卡叔讲，我的收入较低淡薄，咱就唔免为着贷款伤脑筋啊。而且咱的生活品质，买当较好淡薄，真有啥唔好啦？你真是是安尼想？也若无，我是要安怎想啦？也唔过，迄个陈小姐。OK， 我承认，我欣赏陈董的才调，甲伊的做人。也唔过，阮永远拢是合作的关系，是头家甲巡逻，未有其他的代志。你敢敢保证？我当然会当报警啊！讲到恁这查某人哦，都是爱想东想西啦。我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，多谢啦。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公司？这是我出头天的好机会呢，你想哪要反对了？潘公，你真正相信迄个陈董，只是安尼简单欣赏你的才华？我是我，伊是伊，我做人有我家己的原则。有原则嘛会出问题啊？咱两个，敢不是安尼？有过一摆，就可能有第二摆。你对你家己这么无信心哦？是无自信，我只是感觉迄个陈董伤厉害啊，我惊啊！你惊我害人清走是无？文斌，为着我，你莫接迄个工课了，好无？连民官都同意我的决定啊，你想要要反对啦？民官是你的某，伊是江太太，啊我呢？我是啥物？我啥物拢唔是。我根本无啥物保障啊！
我对你的感情都是你的保障，连爹你都想无。我是要怎讲你才要相信啊？你袂记以前对我讲过话啊？我讲过什么话？就是一届啊！你为了明官，第一届约我去你的店里。我是感觉讲，事业对大部分人来讲嘛是真重要。假使你也放弃这摆机会，敢讲你袂感觉真可惜？如玉，迄个时阵我真感谢你真捌代志。我感觉你比明官更加了解我。也毋过你即马，奈连明官都比袂着呢。你这么紧就去啊？我如玉，你应该不是这么歹代志的人啊。文斌，我拜托你，一摆就好啊，你就答应我一届好无？有真侪人一世人都无这款的机会，我绝对不可能放弃。喂。哦，董事长。别答应。你要我即马马上赶过是无？别去。好了，我马上就到，拜拜。吴斌，我不爱你去。等等，约其他同事伫个公司等我，我袂当无去啊。我甲你的事业都上较重要。拢重要，我先来去。你若出去，我另外卖插你啊。文斌，如玉，你还赶紧打电话给我，是要创啥？明官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叫你莫和文斌跟迄个丹丹见面，你有啥物件，搁予伊去因公司上班。这件代志吼，我甲文斌都已经讲清楚啊，我尊重伊的决定。你哪样讲啊？你就遐尼相信文斌？我唔相信伊，是要相信啥物？不管伊做啥物代志，我相信伊袂影响阮的家庭啊。你哪知影迄个蛋蛋袂影响着你的家庭？你讲你嘛滴的，敢讲你无看到伊两日目睭，要亲像要甲文斌过人吞落去共款？树头若够好栽，就唔惊树尾做风台啊！文斌伊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并且担当是无可能的啦。你这么肯定文斌一定把持得掉？哎、欸，你是安怎啦？过去吼，拢是你苛劝我爱相信家己的翁婿，唔通误会伊。为什么奈突然间变一个人同款？难道叫我唔通相信家己的翁？你吼是不是半暝啊食西瓜反正哈？好啊啦，如玉，你莫想遐多啊。文斌伊接受新的职务，对伊、对阮的家，拢有好处啊。我最迷茫吼，都想袂到，我家己有一天会做总经理夫人。对啦，礼拜四你上无闲啊，你紧转去顾店啊。我的店，你的店姓张。哦，换一个厝头家，连装潢也爱换，嗯？如玉，我来了。如玉，你拢袂接我的电话，我叫是你袂插我。好佳哉，你的店员甲我讲，你伫内底买物件。来找我创啥？你等于做你的总经理啊！我即马来是专工要来给你回信的。无需要。如玉，我安怎做你才要原谅我？我真正唔敢相信，你为了等到一通电话，就要帮我一个做你走。我是有公司嘛。你看啦，我这嘛不是专工当个陪你。你对我到底是真心，还是在跟我佚佗啊？如玉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应该知影才对。
你证明给我看。好啦好啦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今日吼，我规工拢陪伊，安尼有够无？如玉，你应该知影，我嘛知影无够，要唔过我嘛是不得已的。你一礼拜上少有三天是属于咱两个。如玉，你哪会这么爱计较啦？你唔是讲过，买到明晚上钱啊？我今晚无好好拍算，以后失去更较济。好啦好啦，三天就三天嘛。那安尼，你讲，要爱一三五还是二四六？我唔是甲你讲生笑的。好，卖讲生笑。你讲安怎就是安怎啦。那安尼，就拜拜三、拜五。这个环境哦，有影袂歹。想会到文斌公司哦，予咱住遮尔啊舒适的厝。是啊。明官，你好未？你要未好呢？卖着急啦，小等下吼，还佫有一个重要贵宾要甲咱斗阵去。重要贵宾？是啥？啊，来啊！如玉，如玉，明官，这恭喜，刚中名利。啊，伊就是我的贵宾啊！我请伊来吼参加你的总经理就任的酒会。如玉，伊是咱上好的朋友啊。啊，不过文斌敢那无真欢迎我。我欢迎啊，当然嘛欢迎。你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哦是阮公司无少重资请的江总经理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这位是江太太啦。你好。姐。哎，你过来啊，来啦。等等，这位哈是我的好朋友齐如玉小姐。哦，江太太，刚才有你提醒我，要那无哈，我煞袂记得介绍齐小姐。齐小姐。真久无看，你好。你好，丹丹，我无甲你放袂记哩。顶届见面的时阵误会你甲文斌真歹势，希望袂阁有这款机会互我误会啊。董事长，我想人客拢来甲差不多吼。是啦，应该来的拢来，无应该来的嘛来啊。我台公生笑嘛。大家唔该，肯定先过来哈。我跟你带小姐，一边一边哦，都跑到市场了。哎，陆瑶啦，江太太，现在拜托你姐哦，替我介绍齐小姐。咱若无哦，大家误会讲哦，你江太太佫带一个带路的。你看，公孙桥个性哦，就无法度改啦。陆娇，你去，我袂过去啊。陆娇，齐小姐，你伫生气哦？等等，你唔当甲我看遐遮尔啊无良啊！真歹势，我来补充一下。文斌啊，江太太。我替你介绍潘理事长啦，啊，潘理事长，这是阮的总经理，你好。陆瑶，你不是讲你要去保总，一个人要在创啥？
我无想要去抢你总经理夫人的风采。袂啦，拄只吼，等等伊会讲算笑的啦，你才是生气啊！我哪会敢？你无看伊对待我的态度，敢亲像我是伊的对手？袂啦，我感觉等等的伊人袂歹啊。明官，你若遐尔啊紧，就去买手去啊？唔是啦，等等伊才是真好呢。拄只等等伊吼，佮介绍足侪上重伤的人吼，互文斌识识呢。而且吼，伊佫请因爱好好照顾文斌呢。你也无想看卖啊？伊为虾米要对恁文斌特别好？伊甲我解释过啊，迄是因为文斌伊是真难得的人才啊。明官，听下佮人才遐尔啊济，为虾米伊偏偏对恁文斌遐尔啊欣赏？你拢无想过是？好啦，我先来走。陆玉，等等的讲，小等的酒会就要开始了呢。文斌，你紧甲我扣劝陆玉，叫伊留来参加酒会啊。真是的啦，啊名单顶头吼，干咱恁两个名，所以秦小姐的位，阮公司无准备啦。真歹势，假了。是的。陆玉，陆。我做一朋友要介绍你先。文斌，你替我送路哟，哈。路哥，你唔要安慰我，迄个蛋蛋讲了无唔对，你的身躯边无我的位，我啥物拢唔是，我根本就无应该来。我本来就不叫你来嘛，你想哪要走来呢？吃麦酒，看伊个蛋蛋伫个冰箱要放。结果哩，你颠倒回母寮对无？文斌，我去别人母寮，我拢是为着你呢。如玉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今日是拜三，我伫个找等你。拜三？你答应我，你还做会到？如玉。我来接。喂，你伫厝诶？是阿兄哦，这么晚有啥物代志啊？平安伫你边啊，对无？对啊，无唔对啊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今日是拜三，你哪毋来？哦，我今日无想要出去啦。阿兴叫我去拍麻将，我无想要去啦。咱明日好无？明日，讲好今日就今日，为什么要明日？拜托个你妈呢啦！大项代志拢要定规矩，我是来没关系呢，安尼就烦的了。烦？你今日嫌我烦啊？是不是？好啦，我真罕的有闲在处理，你就帮我刷好无啦？就安尼决定了，真暗啊，拜拜。喂。这个阿兄啊，这么晚还要叫我出去？爸，你为什么不爱出去？爸爸跟他在家里陪你玩啊。是，爸爸玩对。文斌啊，啊你这样用工具纸，会得死人吗？我，
袂啦，人工见面，即个回去咧啦。我吼，即摆上个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咧处理陪恁看电视。我来切水果。这是给你的奖品。耶，老板中奖啊！爸爸中奖啊！来，吃水果啊、哦！妈，吃水果。好，你来吃。好。吴斌，来。好。哎哎 ，Lucky 啊！无要紧。嗯，真甜嘞，你吃看卖嘞。嗯。嗯，就甜耶。看你阿婆这样无奈哦，我都真欢喜的啦。我来开了。像啊，文斌是像来啊？哦，哎，卢哥是你啊、哦？来，这块给我顶哦，你吃。来，卢哥，你来。卢哥，啊，你哪来啊？一个人在厝的，做小木的，所以只好来找你啊。你看你，知影小木啊哈？先给甲俊明洗澡。应该无甲恁交了。收较红淡薄啦。袂啦袂啦，袂伤晚啦。不要阿姨。嘉禾，阿姨来看你有欢喜无？欢喜阿姨。徐小姐，你今仔有闲来？伊今日是拜三。拜三安怎？拜三是小礼拜。是上班族上欢喜，嘛上寂寞的日子。文斌应该知影真侪拜三的故事。我。爸爸，你讲拜三的故事给我听啦。对啊，文斌，讲来听看卖啊。家伙，爸爸，爸爸，袂晓讲。拜三的故事啦，好啊，卖闹啦，啊，来。